这堂会今天下午2点在中山堂举行，由台北市广告商业工会理事长方东亮主持，工业局、观光局的代表以及全国各地区广告霓虹业代表等60多人都出席了这项座谈会。座谈会的目的是在响应政府节约能源、减少用电。与会人士曾经加以热烈讨论，并且一致决议减少1/2用电量，全国采取统一行动贯彻实施，同时劝导各公司行号也能够一起响应。